来哦，大家好，我是苏命苏明恩，我是这次担任地球日地球保卫战谜题的出题人。我这次要公布答案了。上次的题目是，请问今年国家清洁周是什么时候 ？A. 二月二号到二月八号 ，B. 十二月二十五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，C. 十月十号到十月十六号。答案是 A。你猜对了没有？啊，没有猜对不用灰心。啊，还是请大家继续注意关注环境资讯中心，就还是很有机会得到大奖。请记住，四月二十二号台湾地球日，大家一起响应做环保，知道没有？老师说过了，知道没有？好啦，就这样，拜拜。